Hello there, my fellow friends, Piggy. Today I'll be playing Piggy Pool 2, Chapter 1, because there's a secret thing we didn't found. Yay! We're going to yay! 我们找到这个东西了。这一次我们玩的是不朽隐藏的徽章。我刚才已经有说了。你先帮中文翻译。可以。OK, let's go. 首先呢，你们需要在七分三十秒之前把红色钥匙打开，并且使用拖把把那个水给清掉。Yes, you have to get if it's 7:30 and the Ricky and the mob is not open, then we can get it. OK, 橘钥匙不在这，我找红色钥匙。已经开了。橘钥匙开了，真的？真的。拿剪刀，拿剪刀。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您已经解掉拖把之后，就等到七分三十秒，然后等到七分三十秒之后，最好安静一点，然后点一下门，你就会听到那个叩叩。哎，我要讲 ，OK， 那我来讲。啊，叩叩叩的声音，你要听他敲门几次。OK 啦。你先把抢钥匙打开。抢钥匙打开之后会有个绿色钥匙，没错。然后绿色钥匙，OK， 接下来等一下，接下来就是无聊的 boring 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继续捡东西。玩map。然后我在为什么拖把没有拖？哎呀，把map。哦，你有 map。就这里。撸来了，撸来了。没有拖吗？你看，时间剩七分半的时候呢，这个门，你就可以点它。啊，你们两个先去做任务，你们两个先去做别的东西，你们两个继续。啊，没差，不做也别。啊，我要去 AFK。你慢慢玩吧，我去拿我小杖来。其实我还是我的人，现在比较像我的人，像放线比较前面的吧。Baby， 我的 piggy 来迎接你。一。我徐亮，我劝你离远一点，因为我等下会从我的 piggy 会从门口的电梯啊。太近哦！他在这个推进去耶！为什么在那里啦？他没有进去，但是我那时就叫徐亮离洞口远一点的。好哟，你分明就想暗杀我，算了，没差了，你们慢慢玩。没有，我只是跟你说叫你离洞口远一点。那你为什么把他移到那里吗？对，因为我就是提醒你啊，因为我就很无聊。OK， 好，下一个。对啊 ，OK， 我要敲哦。是，秀威，不要再看影片，你在干嘛？是 ，OK。好，赶快去找下一个彩蛋。我在看我的email 。OK。骰子。哎，我就算用隐身模式也可以转骰子。哎，真假的？屁。对啊。哎，真的吗？哎，徐亮真的可以转骰子哎。我真的吗？那我看见那边是几？你看，来，Holy crap! OK, 哎，结果厉害！我就在你们旁边啊，真的，我在你们旁边。好，那你帮我们转了，你就交给你帮我们转。就是虽然死了，但是灵魂还陪伴着我们，是不是 ？OK， 好。OK， 谢威，你去洗衣机那边，洗衣机那边哦。哦，那个 OK。是那个。这里面。我可以按吗？我可以按吗？我也跟你一起转。OK， 来。哇，等下他有一些没声音，我的第一次。我靠，九次哎！九次 OK， 我居然我用吗？他等下让许亮用啊，现在是灵魂哎，你让他用一下嘛。你要停下来，停下来。可以让九徐亮徐亮你再转两个，你来，我不要放人。好，我要吃东西了。你在吃东西 ，OK。先回去那个绿色钥匙里面等下一个骰子。OK，
Let's go, let's go。第一个是四嘛，第一个是四，第三个四九，四九，四九。七七十七七七十七 ，OK， 走走走，你看你看你看，哈哈哈哈哈 ，FBI，FBI open up，FBI 这是 FBI open up， 这是你 FBI open up， move move move。等一下，有一个人进去之后，先不要进去，等我进去之后再换下一个。OK， 我进去。OK， 开战，我进不去。我靠。哎，不要再说那样了。我是看你们玩。这样子吗？你们为什么一直说那样呢？我看看，好，等会。Come in, come in, 哈哈。哎，我可以用开光点，但是看不清。没问题，好，你先把火把弄掉吧。我去看密码，你把火把弄掉没？你说这些的吗？像这些飘着的吗？yes， 你要把四个角都火把全部弄掉。用的。弄掉吗？这样可以吧？四个都 OK， 你四个角都弄掉吗？那也好像蛮乱。哦，红豆杏仁。Run！我这边要把声音关掉，不然会有那个出来取。绿豆红豆杏仁汤就是好喝。关掉了。密码是四多少？是最适合下去，现在已经在快了。Okay.What in the name of Jesus? That's all piggy. 九密码九在哪里？密码九在哪里？就是个在捡 piggy 耶。帮我捞他。九来，赶快，我们剩下几秒钟而已耶。OK， 我找最后一个七。一二三四五六七。Hurry up！ 门开吗？门有开吗？门没有开。这边。这边嘞。我打错。喂。Oh my God！Right, hurry up, hurry the flip up. 是什么样子？我们 fail 了，我们密码已经 fail 了，你们发现我们的 Right 密码不见了。你要不要被他杀一次看看会是什么样子 ？OK， 好啊，我试一下。Never mind。到我。他就跟一般的 piggy 砍人一样啊，只是声音不一样。Yes。Oh my god， 太难了！为什么我们会有 piggy？ 我们玩那么多次都没有遇到 piggy， 为什么就是会有 piggy？Yes， 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为什么明明你借问你可以问许仲良，我们玩那么久都没有遇到过 PD。我们大概玩了两到三遍嘛，破关之后都没有遇到 PD。对啊，为什么这局会有 PD？ 大概有点断掉了。几率啊，说不定有，说不定几率高会一次出现三四局哦。我还是不要放 Leaf Breaker。你瑞特，你要知道我 Leaf Breaker 是怎么样的。我的密码只有一次啊，这种事我根本不熟悉，这到底是什么数字？有没有？说明题有没有观众？乱 Lucky 有没有观众知道那种数字或者是英文的？请 Lucky 发一下图片。在留言区，谢谢。对，打在留言区发一下图片吧，拜托帮我们一下，真的太难了。那看到这边的话，不妨动动您的小手，按下订阅、按赞、加分享，完全都不用钱，完全都不用钱，而且只需要花你短暂的一下子就好了。你们在说什么啊？开启小铃铛并点下。你们在说什么啊？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影片哦。你们在说什么啊 ？Yes， 你听不懂，因为你听不懂国语。Yes。橘色是开了没？我打要走就在这里。啊，真的。Hello。因为我们真的是小学生，拍片也不行，都还没有拿到收入来源。QQ， 太可怜，真的麻烦大家一下。对，没有错。OK，Really， 蓝色在我这里，但我不确定拖把吗？拖把没在这。现在改了是不是？以前拖把都会出现在剪刀这边，它现在竟然没有出现，太夸张了。在这里。蓝色钥匙不是开这里啊，在开这里。
Wait, we're kind of running out of time. Let's go. Nope. 螺絲裡面啊，我先去開螺絲。哦，為什麼？你要拖把不見了，拖把不在裡面呢。欸，那走。那應該就在螺絲裡啊，應該吧。應該吧。我再找一下，該不就把它弄。我這個只剩，欸，時間。我再找，我找到。那哪？你怎麼在哪裡找的？在剪刀，在剪刀裡面呢。我的hell，那我開了，那我開冷鏡的時候幹嘛？不知道。Coming, 好問題，沒差啦，piggy就好啊，讓我比較刺激。一趕快按鍵。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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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stop. 我从来都不记得这张地图有厕所。就口误没一下。厕所。OK, 我要敲下一个哦。好。你修一个，赶快来啊。哦，我走，走错地方了。Oh my god, 九耶。哎。Hello, 你们两个在干嘛？哎哎。哎，谁啊？许栋梁用的。不是我，是谢友卫。没有，是许栋梁用的，我刚用了8张，那你就用了啦。没有了。对啊，是啊，就是你。我跟你们去，你们去那个，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绿色钥匙里面。我在这边呢。但是我希望这密码简单一点，好不好？ four 我用两只，我用一只哦。OK 啊。来换你哦，要再用两只。要换你，要换你。OK 好，是 go 离开。Let's go。我开吗？我有 piggy 啊，我们玩那么多次都没有 piggy。OK 开门，别。哦，离你开了，我开了。Go。Happy New Year。那 Happy New Year again, OK? Happy New Year, 等一下，一下都一样。OK,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要写，我也是为什么 You stupid. What? Okay, 走啦。go, 一人一个等一下，我这个弄不开，我这个很难点，这个很难点嘞。齐了。OK, let's go. 在这里等，在这里等，在这里等。不然等一下没有跑过来就完蛋。嗯。Go. Let's go. Oh, where's my face mask?你没有看到。Wait, hurry up! 第一个密码，多少？第一个密码，多少？第一个密码是 Oh my God, piggy! 第一个密码是6，第一个密码是多少啊 ？Ray, I forget it. 第一个密码是4444，第一个密码不是7。Ray, 你们离开七在那边，我在帮 piggy 耶。7999999999999是哎，为什么这密码没了啊？我打错密码是。哎，是啥啊？关键。我烂了。换你，我们两个来。我先被砍你。他躺着砍我，你看看。等一下被弄爆了。
喂，所以我刚才的喂，我刚才点的那个不是七，不是八。喂，你能不能记清楚啊？你会记清楚吧？一根，我没有，我那个我没有记，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是随便猜的，我根本没有记 ，OK？ 啊，也是我们只能用随，我们只能随机，是这样子随便。那为什么你刚带我两次就过了，两到三次就过了？因为那个密码太简单了，四四三太简单了，那个密码太简单了。那下一个密码是多少？我怎么会知道啊？要怎么看？要怎么看？敲门，敲门，你敲门的次数就是你的密码。所以我希望敲的门越敲越少。一样，通通一样的话就点同样点三次就好了。像你刚才那样四四三真的太简单了，像你刚才那四四三真的有多简单？那有重复的基本上来说就很简单，譬如说来给你打一个991。喂 ，By the way, guys, I'll be live on Saturday。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九是多少，我根本不知道九要打哪个。你会给提示我，你会给提示我星期六会 live 不？我你有你有你们有人找橘子，你们有人拿橘子开橘子钥匙吗 ？I can't find it。OK， 我开红色钥匙，我开红色钥匙。那我开剪刀。毛皮，你在哪里？得先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先开剪刀了，开剪刀，开剪刀。嗯。我去开蓝色钥匙，我去找蓝色钥匙，然后你们就剪刀，剪刀嘞，你们也开，这样。来了。OK， yes， 我去楼上，我去楼上。我去楼下。Only 蓝色钥匙，没有拖把。也弄死。楼下没有拖把。I know。我要开始。对呀，那下次你要看了没？开表吗？表，小时，走，你拿 ，OK。你们先去开，然后先拿拖把之后，我先去二座，我先。绿色钥匙。不对啊，我拿的是。哦。你拿什么？我拿的是浅蓝药。哦哟。怎么又换回来了？不，放好一点呐、啊。啊，绿色钥匙消失啊 ！Oh my god， 这个人会不会追上来？我们已经开了啦。好、oh.。怎么回事？我太无聊，直接用了我的，直接用了道具。OK， 你们可以先走，OK， 现在你到第二个地方，我到第一个地方。OK， 没问题，你们一个人各挑一个。拜托，我希望密码少一点，简单一点，好不好？真太难了。跟一样的，333211。最好会有那么简单的密码啦。不可能啦。同一个东西点三次。它不会有，它不会出现三个一样的密码。Guys, remember, I'll be. Hey. Okay, guys, just a reminder, I'll be live on September 10th, Saturday. 真的，我觉得221也不错啊，221或者1212也不错。没有跟提示我那个明天那个我星期六会 live 哎。直播吗？来，等一下，安静。Oh my god！ 几呀、啊？Five。还好吧？我不知道五是哪一个。来，我在等你。好吧。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努力尝试看看的好不好？因为我真的是，以后真的，因为我真的不会骗的那个数字。OK，Thank you， 拜。喂。敲门时间，我敲门了，呜呜。然后我先去问另外一个。OK， 你去第三个，第三个你们两个一起按好了。没有，不要啦。短一点 ，please， 短一点，拜托，短一点，不要说太长，拜托。我会疯掉！多少？好。啊，对，我感觉我需要重，我感觉我需要重新开机我的那个电脑哎。我还没。因为那个你麦克风都是卡卡的 ，shit。吓我一下，你不吓我一下。sorry， 我重新关机，我重新关机了。Guys, give me a second. Just, you know.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right now?
we go. Here we go. Let's get in and survive. Give me a sec. Shoot. Well, you might want to hurry up, please. Bless me. I'm back. Aw. Sorry, guys, but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is video because Ray's going to bed. No, just go. Maybe not. What's that in play now? 我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这个东西。好，这密码真的很疯哎！OK，现在我要走，拜拍。所以我们要停下，我们要停下录了。那我们要重新录了。没关系哦，我可以先拍这个影片了。你要自己一个人拍哦。没有啊，我要先拍这个拍到 YouTube， 然后就说we failed。 拜拜。好，sorry guys, but that'll be the end of this video because Ray is going to bed, and I'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I'm next video. Bye!